找到什么？看起来有点像是地图哎。你最好去问金星，他是地图专家。真聪明，桑尼。但别忘了天黑之前要回来哦。对，就是太阳下去，月亮出来的时候。没错，这是一张地图，但不是一般的地图，是藏宝图。藏宝图？对，一张告诉你如何去找宝藏的地图。你们看，这些虚线标示出你们应该走的路线。你们先到大熊星，然后顺着去山猫星座，然后到这里，所谓的锁孔星云，然后再到这个十字架，宝藏就在里面。大熊星、山猫星座、锁孔、十字架、宝藏。大熊星、山猫星座、锁孔、十字架、宝藏，记住了。哦，是一个宝藏哎，真想知道是什么。不管是什么，我们一定要找到它。走吧，银星。如果你们迷路，就问方向哦。大熊星、山猫星座、锁孔、十字架、宝藏，这表示我们要找的第一个地方是大熊星。这很简单，大家都知道大熊星在哪里。你好，大熊。你好啊，月亮先生，你们这么急着上哪儿去啊？去寻宝。哦吼，告诉我们你找到了什么，月亮先生。山猫星座，要去哪里啊？大熊星、山猫星座、十字架、宝藏，找到了大熊星和山猫星座，所以下一个是十字架，应该是往这边。我到处都找不到十字架哎。金星说，如果我们迷路，就应该问方向。我们该问谁呢？问双子星。